水滚了，这个芦笋把它穿烫两分钟，差不多两分钟，变色就捞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捞起来了，冰镇了哦。那冰镇好了，我们放到盘子里，开始打蛋了哦。两颗蛋，开始打两颗蛋了。把蛋丢到平底锅煎一下，开始煎蛋。好了，蛋煎好了，要开始用这个铲子给它切一切，这样子比较省事啊。那现在就装盘了，我们开始包春卷了。先拿芦笋、蛋，然后放一点肉松，加美乃滋，卷起来，开始卷了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一样的动作。好了，做好，现在开始切了。那装盘了。